这一届大家都是他都有接触到这样。七八年来，台湾灯会哦，观光局怎么样竞标都是被他拿到，他都是去比赛拿到的。那所以他在创意这块跟建筑结合这一块，大概是我们都很高兴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样。提供来这边这些东西不会花钱。哎，那你刚刚讲的得奖的文创是云林这边的吗？没有，他们那些得奖的建筑师，是啊，是老师在这边带过去的。所以他在台湾带了一些文创过去 DMY 去柏林展，但我说那个得奖作品是在那边得奖的作品的作者一起回来再做创作的嘛？那里面会有，比如说某家公司他，比如他们做的文创之类的，是这样的东西吗？这其实也不只针对就是云林农业，其实应该是说台湾农业这一块的文创，当然就是云林是一个主头，所以就是希望就是把他们邀请过来，就是让大家，是让云林在地人知道说农业其实是很厉害的。所以他的文创品包括，就是从生活、食衣住行这样子，然后包含艺术品这样子。然后我知道云林的是狮头嘛，哈，有狮头，有狮头的展览，然后也用竹子去做创作的文创，就在这里。我可以知道是哪一家商店啊？是啊，在北港。哦，是北港，是北港的狮头，对，北港吴真心，或者是除了吴真心还有另外一家，因为有几家在做，我们就希望一起 promote 他们做狮头的文创。不会只有 promote 一家，他可能就是一个系列这样。所以到时候也会有一些文创的文创的。你们这一期我记得老师在最上面要卖文创嘛，他在这一期的最上面一个文创小铺，展示的部分唯独没有以贩卖物的为主，但还是有嘛，就如果游客看了喜欢的话，对，我告诉我去他家，我去他们的事务所，老师已经把蓝晒图，然后纸箱都已经做成文创。是老师不知道要不要买，他们做这种速度很快。好，来，我们就往前走了，因为这一栋是说哪一个老师的第一名？左边这一栋就是我们的时尚伸展台，是邱文杰和邱坚这里来帮我展示云林时尚开联产品。打开。那左前方大家可以看到，远远处有一个橘黄色的，那个就是农博本铺，里面就是会卖。今天简美纯跟大家介绍的那一些重要的文创会在那边，那边出去就是出口了，这样。那因为我们车子停在这边，我们从这边走出去比较快，好不好？好，来，美纯交给你。好，谢谢。谢谢我们车长。那你等一下跟我们一起过去吗？对。来，现在，因为现在腰展部分是由我们，我们今天的农博基地的导览大概到这里，因为你们大概是我们第一批看的人，说真的，我没有带你们，这是我们第一批看的人，因为在工地期间，我们真是昨天还在讨论，因为虽然行程上是这样写，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促成。那昨天也大家看到嘛，都在收的阶段，所以再讲一遍，是第一批看的人。要这样好吗？对啊，因为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因为我们也怕说还没好，你们下笔的时候可能要大家麻烦再拜托多帮我们美言几句这样。那个我们有空中蒙面局长提醒大家说，那个不要发表什么。我来讲，没有啦，这个有点尴尬啦。就是说我们其实昨天我就讲过我们的个性，我相信大家公民记者该批判的都不会手软啦。不过就是只是说有点尴尬的是说，我刚刚看起来我们进来的时候，事实上这还是一个工地啦。就你们如果在 PO 这样的东西，我还是会提醒小心一点，否则被那个可能一些明代或干嘛可能会拿这些素材作为批判云林县政府的部分，不要你们没有帮上忙反而帮倒忙。那我如果是议员，就替你，我看这顶人为什么在这里来，对，像你讲你是像干嘛，反正招惹一些没必要的啦。所以我想这非我们的目的啦，我就是提醒一下这样的事情。对，所以昨天大概是我们有讨论过，就是说想要说是不是好了再来看这样子，然后所以说没关系，就是我相信大家会帮我们多写一些好话，因为我觉得其实云林在做这一块，其实反正就是筚路蓝缕，这是台湾，这是云林头一摆，台湾的第一摆，这是阮受馆长大家拢安尼讲，因为这条路其实，我们其实刚开始摸索，也不知道农业博览会
会该给大家看些什么。过去没有农业博览会，没有没有这样办农业博览会的、啊，没有啊，从没有人这样办过。像中部农业博览会，就是去那边买一些蔬菜水果这样而已啊。那我觉得会做这样，其实人土地作物之间关系的反省跟检讨，我觉得苏县长让我一直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是检讨这件事情，他真是会做的人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我们办这样的博览会，其实是想要引领一个潮流，就是说其实农业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云林在这件事情上再不发生，云林搁存在，云林不在。就大家感觉你就是做农业的所在，我若无做，根本就是大家会越来越忘记云林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苏县长在这一块的勇气，我们真的要支持他。其实我拢讲拢传递台，拢做甲吼，都想要共骂。啊，不过我感觉讲，这就是为台湾的农业出一寡难啦。啊，我们其实在就像你们一样啊，就是投入在这个领域，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农博会，那它会有其他县市的农业参与吗？目前没有，对，但我希望以后一定会有。哦，因为你想全国农业博览 会，对，我们希望就是一个全国一起来参与的农业博览会。我比较是那个云林对农业这边的一个代表性嘛。对，我们这一次希望大家先让大家看到云林在发生的农业的状况，有一个 leading 的效用。对。他们其实一直认为自己是农业首都，我觉得苏县长是有那样子的必须做的事情啊，那他也有对自己这样的一个责任跟期许啊。那个旁边所有的白色的，这个都会是白底的建筑，那个墙面吗？那个联合，打开联合的团队，那个打开联合，打开联合，请问一下，以后这个都会是白色吗？白屋子都会是白屋子吗？有很多哎。好，他是打主。对，他是打。因为刚刚那个你们那个一周刊摄影记者说，那个如果到时候都白的，那不是小朋友的手印都上去了？没有，他应该会是设计，他当初说会有设计平面的那些输出啊，这样。好 ，OK， 那我们就往下一个行程。我们接下来要去看的地方是，说他农业博览会其实还有个棉花田，是想要把他们一些很成功的小农的故事让大家知道，然后希望更多人愿意来，不是愿意来这边担任小农，担任小农。对呀、啊，因为这边是用关心的心态来看农。因为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聚散地，就像那个花博，你可以看到很多花，那马上看你行。木雕业者，因为就是你产地嘛。没有，现在木雕业者都集中跑到三义去嘛，对不 对, 对？然后做陶瓷的或什么，喜欢跑到莺歌啊。群聚啊。其实这个地方的农业，我觉得是可以让大家很多想要从事农业或从事渔牧业的一些年轻人愿意来这边，然后云林政府在帮他们推。我觉得是应该推通路。他最重要是关心他人的价值、土地的价值以及食物的价值，这三角关系，这个关系最重要。对对对。